爷爷，为什么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呢？去其他地方重新开始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哇，这个故事太有深度了。以前那样不好吗？就你带他们练功，带头偷懒啊！我不走了，好不好？滚！知不知道许阳华这兄弟？这是吴宇森哦。一样。只是通车，那什么时候到呢？知道什么时候就吵完了。不如我们喝杯茶，吃个包，慢慢聊。你装什么周星驰啊？师傅来了 ，surprise！ 帮我照顾你妈。OK， 我回来。Let me forget that so long you。年轻人，将来是你们的世界，由你们做主。Let me believe that you love me。B for boy, A B C， 我真是不信啊！我们是不是太恐惧了？记住，幸福的生活本来就很简单。一二三，走！催眠结束。